就是把皮卡丘弄到变形的组合。哦，哎呦，这个很红，这个很红，对不对？这不像我，哇塞，你很想要学演戏表演？等回来了，你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回来了，干什么东西？哦，怎么样？好看，好看！哎，哇，厉害，厉害！哦哦哦！哎，这什么影片？没有看过哎。神达，你是很怂哎！现在这个是网络上最流行，这个女生很夯哎。哇塞！你们两个在看手相的？手机，手机，根本没看手机。有点想象力，起码拿一个想象力，他们忘了来演失误了，你自己拿。哦哦，那为什么要看手相呢？手机。手机，好，这一集有三位中，帮我们 key 一个手机，真的，麻烦 key 一个手机，哎，来，哦，哎，东哥，你真的厉害，你的手相真的不行哦，他是手机，东哥跟着你走就对了，你真的是我们网络界的这个老 CK 老司机，哎，快别这样说，老司机除了可以带你找到正妹之外，哎，你要懂司机的歌，司机开车都会唱，走过司机。是你给我的力量，大家来一起，让我孤单。谁要跟你一起？哎，你这样子说到这个司机，我也有一首哎，你有司机的歌，来哦，来，怎么唱？司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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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是的路。他是司机，司机，他是司机啊！差点就听到司机，可惜，可惜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就由我们两位老司机呢，怎么样来带领大家呢？找到现在最热、最夯的热议正妹。哦，热议正妹。哦耶！那这次我们很乐意找到热议正妹，我们把现场交还给康哥。哎，来，有像不负责任的。不会啊，你讲到干掉了、冷掉了，然后把它交给我，就是收的漂亮，漂亮收嘛，对，我们开前面捧哏啊，收的漂亮是，来，我们来收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滚，这个网络，网络上面现在我跟你讲大爆发，对不对？各种类型的女生都有。嗯，阿虎，你觉得哪一种最容易吸引人？以我潜水这么多年的这个情况看起来，我觉得现在不能是长得太美若天仙，因为这样太有距离。一定要长得就是好像是你隔壁邻居，或是你隔壁班同学那种很亲切，就你甚至会觉得你有一天可以跟他做朋友，就门槛不能太高。嗯，对对对，不能一看 model 完了太远就真的。但是身材呢？身材的话，你现在纯暴乳好像也没有这么的，没有太正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要翘臀，真的吗？我跟你讲，现在臀一翘起来，我告诉你，哇塞，全部世界暴动。哦，他翘我们也翘。哦，嗯，但你刚刚讲的是属于比较算邻家女孩，对，你喜欢亲民，你不能太远，对不对？就是他是讲的是纯私欲啊，对对对，是讲。那内裤王喜欢哪一种？内裤王哪一种内裤？我喜欢。就是说他的如果在网络上影片有露到内裤的，我们都会非常的关注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哪一种会吸引你？哪一种？这个长相还是得先正。哦，一定要正，正才能够吸引你。嗯，然后呢，吸引你之后，你才会去努力的去关注。然后呢，才去了解到他是穿什么品牌的内裤。哦，这样子，是内裤。好了半天还是穿内裤吧，也是很专业，专业专业。所以你娶了老婆又有可爱的女儿，你还会看这个？哇，不是我们聊天而已嘛。严肃，严肃，聊天我就聊专业。OK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专家的今天来的厉害，又有话题，然后又正。哇，来第一位。啊，有可爱，对，这个年代都可爱，林家的还是可以。当年他就是把皮卡丘弄到变形而走红。哇塞！第一次看到皮卡丘眼睛这么开，我欢迎肿胀皮卡丘。欢迎我们第一位西维亚。哦，西维亚你好。西维亚，可以哦，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西维亚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三位是吸引了。34F2536。现在是做，目前是学生，还有一直在学哦。SG 是什么？下岗还在发育，修够修够。SG 哦 ，SG 来，下岗是什么？来，请看，干嘛？哎呦呀，这是妙蛙种子，另外一种种子，太肿了吧？这种子不是他的腹部也真的很漂亮，哎，腰线很好看。哦，你这样棒哎，你有没有在运动？一点点。
一点点，而且你看他那个黑色内裤上面呢，还有一条，对对对对，开口笑，这个解释一下，这个到底是什么用途？不是，你看这张还需要解释？哇，这个好像，那皮卡丘瓦解。不是在一个废墟，然后出现这样的皮卡丘，能不抓吗？一定要捕获，一定要捕获。我告诉你，香蕉什么草莓什么，他都喂了。我跟你讲，他收在宝贝球里，一定要用黑球，这样用黑球，不然跑掉。下一个黑球轮，哎呦，哇，一般美。而且什么衣服在他身上都会变。是是是，上次有他穿一个衣服，上面写小梁，问他为什么要穿小梁，后来没有，那是恨。小梁，哎，请问一下。你当初拍那张那个变形皮卡丘是为了什么？就工作拍照。那一张造成你这个大轰动哦。好像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搭上那个宝可梦的热潮。哇，是哦，是。有没有男生走过来？抓怪！你说走在路上的时候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是朋友开玩笑。徒手抓的，就是你。徒手抓太恶劣了吧？徒手，人家一般用手机、啊，因为要基本上走在路上也不会穿那一件皮卡丘吧？对，走在路上不会穿。但是你朋友有看过你这样的衣服吗？你平常穿？我平常穿着很保守。很保守吗？但是 T 恤还是会变形。嗯，平常会穿宽松一点。那个金刚变变形金刚，好笑吧 ？OK 了，很屌，很屌 ，OK 了，蛮好笑的，很屌，很屌。然后我们大家静默五分钟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只是在一个拍正常的，对对对。请问你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觉得要成熟一点，然后比我高、比我重就好。比你重？重对，因为我不喜欢男生比我瘦。嗯，哦，那是阿虎喽。谢喽，哎，谢喽。谢什么？还没开始就谢了？你这配对成功？不是不是，他刚刚讲阿虎，他就哦，他吓一跳，哎，是怎么了吗？你门槛有，但是他要看发量，发量可以吗？这种发量可以，我三有。我现在有刘海，有刘海，你这个要去公庙走一趟，再给我三个月，我跟你讲，三个月我要披头哦，披头啊，披头士哦，披头士哎，开玩笑，可以吗？那请问一下，那个变形皮卡丘还有这些照片走红之后，对你的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就脸书跟 IG 的人气提升，然后就会更多厂商想要找我合作。大概都是找什么样厂商找你？比较多哪一个类型？都有，也像展场，还有一些外拍什么。外拍应该都是比较少的，对不对？穿的比较清凉一点，稍微对，能够展现你的这个优点。体态美，对。反正找他外拍拍军服干什么？对啊，是不是？那你的粉丝团有多少人？粉丝团有200,000。哇哇，战场加起来。但是你200,000粉丝会被坏的中介人利用？什么是坏的中介人？我原本经营的粉丝团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签了一些合约，然后就被拿走了，所以我现在又自己重新开了一个新的粉丝团。哦，所以你那个粉丝团的网页被人家拿走，经营权被拿走是不是？我的管理员身份被啊啊，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？那你可以公告说，对啊，你重组一个吗？有啊，就是现在有在公告，就说我办了一个新的粉丝团。嗯，叫大家赶快换地方，不知道要怎么拿回来。可是那不懂，那旧的谁来经营呢？没有内容了。没有，他把他那个粉丝团人气拿去，他可以做业配啊，做广告，做别的活动，做业配。哇，那我们来看一段 VCR 吧。好，哎，来什么广告呢？晨曦今天要来下厨。我觉得我切的香肠很奇怪，好厚哦！为什么切片还是很容易？在干什么样的业配？这其实是就是中秋节那时候，因为中秋节到了，大家都要烤肉。然后那时候有一个香肠的厂商就跟我做了这个香肠的业配。真会找，真会找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那天刚好有空，就自己来下厨一下。然后平常没有就是下厨的习惯。吃给大家看。所以刚刚我们看这个整个香肠料理出来的时候，你本人是比较中意黑人。对啊，整个下下，不小心，黑成这样，你把香肠烤成这样，厂商有生气吗？没有，那有没有香蕉厂商找你啊？香蕉没有吧？
一样的意思。对啊，这个就得体。对啊，香蕉就得体，香蕉不得体。煎香肠要小火慢煎。对对对，真的没有煎过。然后那时候直播的时候，就是所有的网友都在下面替我紧张，一直给我意见，就说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然后我就在那边手足无措。不要不要紧，请问一下，你有试过烤茄子？没有。好吃，茄子好。好不好？其实那也是效果啦，哎，对不对？你煎的太好也没什么好聊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很好。那个可是他们香蕉的厂商不是香蕉，香肠啊，香肠，跟香肠很开心哦。香肠的厂商就很棒，烤成这样还好吃，你看，对，那就厉害了。对啊，那是。那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曾经撑破过扣子？有，扣子发射出去，哇塞，悲惨的扣子。为什么要发射扣子？怎么发射的？腰其实比较重，是，因为平常就是在弯腰驼背，然后有一次在学校上课，的时候，我想说啊，我又驼背了，然后就这样抬头挺胸一下，然后就打到前面男生的头，哇，爆头。嗯，他不是很开心哈，捡起来当纪念。就是他转过来，我就开始装忙，假装在找笔、找盖子什么。可是扣子掉了，因为开开的耶。对啊，所以那个男人就没有废话，哇，他定住流鼻血。可是你知道我侧面看你站的姿势哦，你要纠正一下，要不然你以后驼背了，因为你把所有力量都放在肚子上，结果肚子是挺出来的，那背是这样的。弄扣子，我们现在来测验你最挺胸是怎样？对，停。哦，冷静，冷静，衣服快爆掉，衣服快要爆掉了。侧面来个最顶，先手放下。你平常在，伸懒腰了，伸懒腰。平常在是不是怪了哈？来听，伸懒腰，就哦，哎，他的脖子还是往前，你不要这样，对，骆驼了，他的姿势已经，对，今天把他纠正一下了。其实你可以站过来一点，你知道吗？笑死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其实你现在这样子是一个女生的样子，很女性的。嗯。可是你小时候是一个男人婆。就小时候比较爱运动，然后就是晒得黑黑的。嗯。然后就跟男生在那边打球啊，跑来跑去。是。嗯。就比较男人婆一点。那你们国小同学看到你就后悔？有，之前就是他有私讯我的脸书，然后就说：“哇，天哪，早知道你变这么辣，当初就追你了。”哦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？马后炮。走向女人的一个声音。对啊，大概高中、国中、高中的时候。国中，你国中的时候可以敢问国中的赛事是贵几杯？记不记得？大概 C C。国中 C 哦，哇，很巨的厉害。那高中就是？高中就有 E。现在是 F。哇塞，那你大学时候已经 F。你要念到博士啊，你稍微就不得了了。喂，不是靠这个，不是靠着学历长大，是学历。我操，当校长还得了？开玩笑。那阿虎，你刚刚讲说特色最重要，对，请你告诉我们他的特色是什么？我觉得他其实特色恐怕就是凶器了。凶器，他胸型真的很漂亮，他刚刚挺胸之后是一个溜滑式，是不是？哎，想溜一下，可以溜一下吗？不是，我正在溜。我在想，正在溜，很漂亮。那你说有一种特色是什么样的？我们看一下。是这样子，因为其实我在看这个，我在 follow 一些这个所谓的网美，我觉得才华很重要，才华，而且要清新脱俗。嗯，像有一个韩国的这个，大家知道吗？他叫那个高孝周，他的那个最出名影片就是他溜那个长板，那个 longboard。然后穿得漂漂亮亮的，他在周子街70号有一家店，就曾经邀请他来，人气爆表鲁。最出名影片就是他溜那个长板，那个 longboard， 然后穿得漂漂亮亮的，他哎。知道在周子街70号有一家店，就曾经邀请他来台湾表演哦，他真的很美，真的真的，我们就是邀请，邀请他来，你知道多少人哇踊跃参加，他真的很漂亮，你赶快邀请啊，你们已经邀过啦，那不流行。不是你邀过，你有发新闻稿，大家有知道这件事？你不发新闻稿，为什么要发新闻？单独约他，你是要邀太，就是我跟他两个对溜。双溜就两个板子，哎，跳过来，哎，跳过去，没有啦，我们就是办一个活动，就请他来，真的很赞，因为他这溜长板算是很优雅，对，真的耶，而且他现在已经就会变他的穿搭就是一个广告，他就穿什么那个衣服，他就溜滑板指标了啊，对，他想做什么，滑板界里面算是有气质，对，现在没有男朋友，没有，多久没男朋友？
两年吧，都在念书啊。这两年就是比较工作跟课业为重，课业繁忙。是是是是是。那家里面会反对你交男朋友吗？家里比较保守一点点，就是他们可能会一直过滤男生之类的。那你那些照片家里面看到吗？他们不知道，没有，哦、没有让他们知道。嗯哦。那你也没在他面前穿成这样？没有没有，当然不可能。哦，不是，谁会在爸面前穿成这样？爸，我出去回来了，我有 party 哦。所以你女儿不会这样？还没到，还没到。哦，还太小，还早。如果你女儿穿这样在你面前，你怎样？那如果是真正是一个 party 啊，或者什么样的，那就没有。他只是去买烟。买什么？这么没有场合穿大裙子。OK， 那他们两个谁比较丑？啊，这么突然，对啊，一定要回答，老实、啊，大家一起参与，讲实话、啊，你不要讲，你小声跟我讲。张立忠啊，我们都没有什么反应，对，我是惊讶，对、啊，不知道怎么会选你，对，今天刘海弄成这样，应该是刘海的，是刘海的，啊，真的很丑哦，他没有没有讲话，谢谢你，来，请坐，欢迎，来下一位。哎呦吼！哎呦，对啊，前阵子那个，而且这很红，对不对？上新闻，上新闻，很威啊！那个，我跟你讲，他今天穿同一条裤子。哇！看到了，来欢迎，真的假的？欢迎小桃子 ！Oh my god！ 哇！这是裤子吗？怎么裸位？是哪里买的裤子？你有这一条吗？你可以，我还有，还有别条。美女，嗯，可以转一圈。可以啊，这已经比基尼了。哇塞，可以玩这个卤味，小桃子，好好美啊！这个卤味店店长造成那个这个社会很大的回响。对，对我真的有吓到。全民吃卤味，但是那只是这样吗？我告诉你，让你们看看照片，请看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可爱嘟嘴哦。这样，来下一张，这是工作。哎呦，啊啊呦。其实比你知道，其实很清纯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清新脱俗。你这是素颜吗？就是很淡。淡妆，都习惯化淡妆。皮肤很好哦，对啊，亮。对，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下一张，啊，这是什么主题？这是主题叫做掉下来，性感的，天上掉下来礼物，哇，对。你现在的工作是？我是有在接那个外拍 model。外拍 model， 对。请问你外拍多久？两年。那有没有男朋友？目前单身。单身还好，两年。那你单身多久？单身大概一年多。那请问你拍这个照片，那你有男朋友的话，他会吃醋或者会反对吗？有交过，之前有一个是，我觉得还蛮小气的，就是男朋友只要就是跟他朋友就是出去吃饭，然后就是我可能就是一个弯腰，就是有稍微有一点点那个领口稍微掉点下来，然后就生气，他就气整天。桃园那边领口花，对我觉得很夸张，然后他就希望就是我可以要穿，他希望我出门都要穿紧紧的密闭式，对，就是包跟肉粽是。是年轻嘛，对，还不懂得分享，他是不够大方。可是你这卖卤味啊，爆红这成这样哦，我完全吓到，我家人也完全吓到了。对你有什么反应？工作就接不完，就是还有那个什么汉堡店啊，什么便当店啊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珠宝店啊，手摇杯啊，都说要找我去当。手摇杯太需要，手摇杯会摇杯需要。开始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我。很紧张到好几天都睡不着，因为我很怕说万一就是没有到现在没有人怎么办，不是很烂惨吗？烂惨，对对对。结果到之后就很夸张，就是现场真的，一窝蜂，这个人山人海，就对，对对对，就是超乎我想象，我就有点吓到，想说我在做梦吗？隔壁就邻居啊，爸爸带小孩啊，带小孩，对，还有爸爸带小孩，然后抱着他，然后跟我点菜说，哎呦，屁股很翘哦，这样子，而且还跟儿子讲。以后就要学这种，知道吗？对啊，就是还有说，就是要不要当我媳妇这样子？啊，就是我喜欢你的，就是屁股、蜜桃臀、大臀。哎，你侧面想，他这个臀就是现在流行的这个，哇，有点肌肉，哇，这个很翘，在亚洲这个运动量很大。你平常有做运动吗？我有在运动，就是有在游泳，然后不然就是会性感的那个舞蹈。来，今天就提到这个。来，稍微几个姿势。假设我们都是在买卤味。Music， 来麦克风帮你拿一下。来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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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用再过去了，没关系。不要勉强，真的不要勉强。对啊，不要勉强。辛苦辛苦，可以，敬业敬业，卤味卤味。Alright， 好，没啦，卤味两份，卤味两份。小气，就是两万份吧。有很多酸民都酸我，就是屁股肥大腿粗，软没有，而且是酸的，没有不会欣赏，他们没有国际观，啊，叫我说你怎么不减肥？因为这个正流行，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有眼光的老板，一定投资你开卤味店，对呀，大卖，你太卤了，你这样爆红会不会追求女人变倍增呢？最近走在路上，就是看到我的人都像吓到，然后就很多人男生都回头都看我急眼，对，然后看了之后还跟旁边人窃窃私语。有人叫你卤味姐吗？他叫我卤味妹。卤味妹妹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叫人家姐。哈哈哈哈哈。法律才会叫姐。对啊。那现在那些网络上人就很恶心，有人要包养你。有，就是有人看到说，就是一个月30万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只出得起25啦，稍微太高。对，然后还说，哎，那你就是看你这样受寒，就是在卖卤味，就是要不要？就是我真的其实我很想照顾你，就让你就是不要再出来工作，就是让我照顾好吗？哎呦，对，就还有很多种的。那为什么会在贩卖口水？就是有那个粉丝跟我说，可以跟你买口水吗？然后我就什么意思？就呸啊，就呸啊，就卖给他了。对，不是不是，然后我就很好奇问他说。那口水是要怎么卖给你？怎么卖？对，他叫我就是装在一瓶那个透明那个小瓶子里面，然后叫我就是吐到你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那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有商机了，接了嘛，那我们就加盟你的店。对啊，口水我吐，我也吐一点嘛。对啊，我开2桌嘛，我也。然后有口水都可以加盟。对，然后后来我问他说，那你要这瓶口水你要干嘛？他回答我说，我想要喝。我说喝，这个就这后面的答案绝让我们招架不住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我不卖，刚不是出价钱，没关系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我这很珍贵的，我不行，我是燕窝哎，开玩笑，对，我想说喝不是很臭，不是很臭吗？其实说真的，你知道我们圈子里有个鸡排妹，嗯，我知道，她也是这样红起来的。如果说你可以照她模式。你对演艺圈也有兴趣，你有机会的。对，真的吗？真的，都真的。条件不太差的，我跟你讲，而且你走国际化。是真的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有那个日本客，还有加拿大的那个的人也过来朝圣，过来我们那个卤味店朝圣。那他们是一进来就这样 ，Oh my God， 就是这样，手机就是狂拍狂拍。是，嗯。那你拍刚刚那些照片呢？家里面知道？我妈妈其实是很赞同的，但是我爸爸很反对。就是我爸爸，就是之前因为就是我只是拍了一个比基尼的照片呢，他就本来他脸书是有我好友，然后就把我好友删除，哎，哎呦，也不错，对，你上新闻了，那他怎么爸爸怎么讲？他把新闻台拔掉了。他跟我说，大家都知道你说女友这种行为穿的那暴露，很丢我的脸。他觉得我很丢他脸，对，丢脸，人家长得好才行啊。时间啊，慢慢让。你说这两个穿成这样去卖卤味，就是被打，对啊，被杀，会倒位。你也不要误会你爸爸，你爸爸真的是纯粹担心你，对，是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，他又伤了你，又怕人家伤了你，其实他是不舍得你这样爱女心切，父母都是这样，对，哎，你一个爸爸的身份来讲一下，如果说我女儿去，你可以坐挺一点，这样子卖卤味是不是？对，当然还是会担心嘛，对呀，都讲了，然后对不对？多少客人来这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对啊，异样的眼光，对呀，你会送她去吗？去哪里？卖卤，送她去卖，然后再接回来啊，去卖，这才安全啊，什么意思？卖卤味，我建议你啊，旭哥，帮她开个卤味店，对，因为她已经是品牌了，对，在自己家里卖就好了，对呀，要是你爸爸够聪明，就应该这么做，而且每天限量。50个客人，可是他一定不会让我穿这样子。那时候已经不重要了，没有，就做一个橱窗嘛。对，你就在里面煮，然后接触的是爸爸。哇塞，而且，行行正妹的场，但是你爸爸够聪明，就应该这么做。而且每天限量50个客人，可是他一定不会让我穿这样子。那时候已经不重要了，没有，就做一个橱窗嘛。对，你就在里面煮，然后接触的是爸爸。哇塞！而且是爸爸穿你这样。喂，小壮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就是会照顾我男生，照顾你哦，看护是比较不是看护，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粗线条，对，然后比较细心的，好相处哦。对对对，所以就是
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了，可以帮我整理房间更好。哦，那你就什么都听他的了。不是，我喜欢他听我的。哦，他帮你整理，他还要听你叫他去整理哪里，他就要去。你主外，他主内的意思。就他当然也是也要我自己工作啊，就是说，我喜欢就是因为我比较有自己想法，我想说我想去吃什么做什么，然后你现在帮我干嘛这样子。嗯，哦，对对，我控制。其实这种男生呢，错妹控制，这种男生。花钱是买得到，对，帮佣，你雇一个，对啊，就可以了。我干嘛要花钱？男佣，你的工作就是听我的这样，不爱你就好了，就爱你的就为你做这种工作。嗯，坐，谢谢，欢迎，来下一位。哎呦，跟前面两位有落差，这个很清新的感觉，这个很可爱哦，就是像年纪看起来，对，就是我讲那种清新脱俗。你看，正，我的菜，好可爱，哎呦。台大资管硕班生，哇，高材生，这么厉害，今天好像拿了什么第一名，哎呦，美腿好吃，胸口性感，不是怎么会变这么大？对啊，这边是第一名，什么瘦不干，这边变这样了，白嫩嫩，哎呦，无偶偶偶偶，那可要念吗？来来，欢迎，壮身子，好，谢谢，欢迎，彩青，哎，嗨，彩青你好，请自我介绍，哎，你是也晕晕的。你是资讯工程师，对，那你主要是营运管理吗？我之前是在做资料分析师，然后后来就是做一阵子之后，然后就当就是管理阶层这样。哦，那这边讲说你得了第一名是什么第一名？台大的举办一个比赛，然后它是就是区块链偏金融方面的一个城市的竞赛这样子。城市的竞赛。OK， 我们来看看他其他的照片。哎。哎呦，这个好，哇，小清新哦 ，QQ， 羊该死了，可爱可爱，哎呦，小肉相间，哎呦，这个不得了哎，哦，高材生这样子，嗯，哎呦，这个是，哎呦，这个这套泳装在哪里买？这个泳装，那是厂商赞助的，哎呦，对，然后去菲律宾玩，菲律宾，你要常穿这一套，这套泳装很适合你，嗯，所以你也敢晒太阳。敢啊，很喜欢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人去菲律宾流浪，就是我一个人去，然后去8天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书念成这样，大概个性就会很保守，很守旧。对，你反而不会。对啊。你最喜欢的活动是什么？我喜欢看电影，跟去旅行。跟旅行。对啊，因为像我一个人去流浪的那时候啊，然后我就没有任何计划这样子，然后我去到那个当地的时候，我就。那时候错过一个飞机，然后我原本预计早上到，就下午才到。那我到那边没有任何计划，然后到那边就有一个当地人带我，然后他到那8天就是他就是带我到一个很偏远的海岛，然后就随便到任何地方。你相信什么？对对对对对，好危险哦！你这很危险的呀，你这是用运气在旅行，不行。对对对对，因为那是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很偏远。对，然后那边人还会就是在当地玩沙这样。你那天如果遇到像张立东这种。那一定是安全的，你就会想回台北了。是安全的，但是 dirty 的。但那边人还蛮友善的，友善就好。那你最好给你很喜欢旅游，你最想要去的旅游的国家是哪里？最想要，我想去埃及。埃及，原因是很喜欢冒险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想要就是旁边都讲我听不懂的话，容易失身嘛。然后我想要就是说我可以自己用我的直觉去判断很多事。那我跟你讲，你去肯亚大草原那個、绝对没有人听得懂，对啊，都是动物在，对啊，然后你最后听到的声音就是被啃食的声音，你会想去非洲吗？想啊。会想去北极吗？北极有点太冷，因为我会过敏。哦，对，有蛮有自己的，蛮有分寸的，分寸。你的旅行都是很特别的国家，你要非常小心，你都是看凭感觉。你今年几岁？25。你25啊？那你不像哎，你旅行我以为他才20岁而已，旅行都是一个人吗？对，喜欢一个人。嗯，就其实有些女孩不想人家带我，我想要我就是我做什么决定，就是我当下想要干嘛就干。你说了算。那如果有一个人他也是像你一样，就是很自由的人，不计划这样跟着你去这样。哎，还没有遇到这种人。哦，对，但他都是很谨慎。是谨慎。我就很讨厌，就是大家都有计划。就是说，那我现在可能遇到这情况要干嘛？我就很讨厌这样子。我喜欢就是当下看。所以三餐时间到你也不吃饭的，你就是肚子饿就吃饭。
饿了就饿了。我跟你讲，一个就睡，有一个不然肚子饿就睡觉，可以加入丐帮。知道谁？陈维明，很屌，他就是也是没有计划，是吗？他就是想睡就睡。他想出门就出门，饿了就去吃，饿了就吃。他有时候晚上一两点，哎，我想日环，他两点就出门。啊，你看多厉害。嗯，但是我很讨厌吃肚子饿，因为我一天吃很多。不是，我们在不是，主要是说他很随性，重点随性。真的吗？你喜欢怎么样的？我觉得很幼稚，很幼稚的。哎呦，那女生来对就对。没事，还在那边尿尿。心智年龄差这么远，那是欠揍，这不是幼稚啊。那你喜欢比较幼稚一点，就是比较有童心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就很自以为是，然后觉得自己很聪明那种。我喜欢就是一直在讲一些屁话的人。哦，那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人追你吗？就是一直都有，一直都有。对 对, 對。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。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没有自己的意思。那你参加过一个比赛叫黑客松？对对 对。黑客松是什么意思？给大家解释一下。他就是可能两天一夜或者三天两夜都要就是熬夜在那边写程式。哇，不能睡。不能，就是你可以趴着睡，但是你还是要把那东西做出来。我就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给你一个程式，你要设计出来。对，那你设计的什么呢？我设计的是一个区块链，它就是有关加密解密的。大家就相信你讲，等于白纸黑字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、哦、在网络上这样设计，用加密解密的技术。哦，还是其实你讲得非常清楚，但我们完全听不懂。那重点是你有得到奖状，是不是？我后面这个就是他的一等奖，对，是冠军的意思吗？那奖品是什么？3万。哎呦，哇塞，哇塞，一等奖，台大黑客松，哦，一等奖就算是很厉害。嗯，你做这个的话，你应该很精通所谓的电脑这些东西。嗯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有兴趣？大概大一的时候。大一才开始有兴趣。嗯。那我们听到的有小道消息说，电脑你还自己修啊？哦，对啊，因为我是擅长 Mac， 然后那时候我大一的时候，就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很熟悉用 Mac， 然后我就可以帮人家就是修软体啊，然后重灌这样。厉害，哇塞，强哦，都会了哦。他的脑的那个构造，那收钱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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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哇，你将来结婚那个男朋友要很幼稚。对。然后那家里谁管？你管他管？哦，因为我是一个控制狂，所以可能是我。又一个，又一个控制狂。对。又签一件，又签一件。好，那个恭喜你，希望你找到一个幼稚，然后无主见。无计划，感觉是无行为能力的吗？爆红林詹女孩，恭喜！希望你找到一个幼稚，然后无主见、无计划，感觉是无行为能力的吗？行为能力有，要聪明。我觉得能力跟幼稚是两回事，幼稚是个性，能力是能力。哦，就是很有个性，但是幼，但是幼稚，有能力，然后有能力，自由，然后赚大钱，然后有私人飞机。然后随时随地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玩，对不对？这样 OK 了吧？可以吧？好难啊！不用有钱，不用有钱，但是要有私人飞机。很穷，我没有钱啊，我爸有钱。只有飞机。跟你开玩笑，好，来请坐。耶！来下一位，哎，哦，这是另外一个，这也是邻家女孩哈，一字没有，而且眼睛很有神哦，韩系。嗯，来，我们欢迎。哎，欢迎选选，汪选选，这是选选，不是吓我一跳，这个，因为你这个选选这个字配在一起，选选很难写，选选语能，哎，笔画很多。哎，请问你的身高？161，上面没有，昨天刚长幼稚园。3.2435。你上电视是不是很紧张？我在发抖，为什么？太冷。我很容易紧张，又很冷。要紧张，我很容易紧张。没事没事，不要紧张。让自己男朋友要跟康哥牵着手聊一聊。看到偶像，让他给你点温暖。说什么？没有，这时候真的有人这样扶着他，他会比较会好一点。他会不是？森达刚刚讲什么啊？我是不是看到偶像？啊，你的偶像是张艺谋。没错，是你，没有，我们这么小，你这个找打架，来，请看照片，哎，很会抢，还有，哇，文艺青年，很浪子的感觉，文艺的意思，文艺在哪里？这种浪子，嗯，启梦，来下一个，哎呦，好可爱哦，展场的，所以你也在做 SG。嗯，之前是接展场比较多哦，那这个是刚好去澳门接展。澳门哦，马靠马靠，对哦，扬威海外博弈啊，哎对对，博弈博弈展。哦呦，那你是负责广告博还是艺？负责广告，你放负责百家乐还是负责？
百家乐的坛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看得出来，这么厉害啊！看得出来，是不是？我身边都在赌钱的，来。哎呦，哎，牙痛，翻的，好吧？这个蛮可爱。哇，你这个厉害哦，他这个 C C 的很彻底，吸得很紧。你这个应该是大 C 小 D 了哦。没有。这个还没有。很厉害、啊，哎，那个时候比较肉一点，那时候比较肉，那时候比较肉，是。那黑男也跟你搭讪，我来台北接活动，你是哪里的？南部高雄，高雄哎，高雄哎嘛，南部情人呢？那黑男怎样搭讪你？我那天刚好来台北接活动，然后我在信那天在信义区，因为我下班的时候刚好。遇到黑男，他在拍街头丘比特，是、okay、对，然后就被他抓去配对。哎呦，被他抓去配对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影片。哎呦，很可爱哦。你觉得男生你怎么样会比较有好感？可爱。可爱哦。就是上起来是亲切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他叫你这样做，你就这样做啊？对啊，这个主题他是卡到音了。不是啊，他这个应该是之前一开始看到那个画面是他搭讪你的那个画面，对对对，后来才合作拍影片，后来开始合作拍这些有的没有的奇怪影片，引狼入室就是这样，而且反应很激烈。哦，他还是我？不是他，我说所有网络上网友们，我们一样看不出来的。对，真的很激烈吗？他在拍的时候你们不会害羞吗？很害羞啊。反应很激烈啊，对网友反应啊，他们反应这么大，对你有什么？在路上比较容易被认出来，是，而且因为影片的关系，所以只要我讲话，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，好可爱，记忆点。所以说你现在在街上，大家走着看，选贤嘛，他先紧张，吓他，是不是这个小人嘞？是不是这个哦？对，哦，那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喜欢什么样的男？可爱的，可爱也是可爱。怎么样才是可爱？你可以什么是 Q 的呢？笑起来可爱，对，就是在外面有时候大男人一点没关系，可是就是会有一种反差萌的，就吃一下，胯下了，好可爱哦，这个是精神病，我又演错了吗？对，听说制作单位，你说你很想要学演戏表演的。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有时候拍一些影片，然后像之前有拍一个主题是我要演大女人跟小女人的差异，对，啊我演小女人就比较声音就 OK 嘛，嗲嗲的嘛，但是大女人不会演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怎么凶人家都觉得，我们这边有一个专门演大鸟与小鸟的专家，哎，我是这样子的专家吗？哎，跟大家解说一下，因为不是我跟你讲啊。这个你现在就蛮，其实蛮小女人，对对。那大女人怎么办？那大女人呢？大女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slogan， 是，你知道，大声的讲出来，你就是大女人了。哎呗，好，请讲。干什么东西？那是我。他说话要是大男人的了，你只要把这句哦，那个神韵掌握了以后，你就是大女人。可以试试看嘛，对不对？转身啊，不，转身来一个，转身来，转身。眼神很重要。气。干什么东西？差一点啊！我觉得要补一巴掌，鼻音太重了。讲完要补一巴掌。好，那对对，可以再大声一点。我觉得要，我觉得要。你自己选一个。好，来补一巴掌，就是你要这样。我现在给你看。对对对，你像这样那样从这边转哈，转过去。回来了。干什么东西？我们要打了。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？懂了吗？好来。啊，那就该升打了。哎，呀，应该的，可以，应该的。好，轮流，知道的吗？准备天真。好来，啊，那就该升打了。哎，呀，应该的，可以，应该的。好，轮流，知道的吗？开始。啃回来了。哎呦，蚊子嘛，有蚊子。哎，
蚊子，哎哎、打的最后这样碰到的 moment 很温柔，哎、你要他干什么东西，然后啪这样，好不好？干什么东西？你不清楚对不对？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毕竟是示范不清楚，对，我觉得是吧？对，肯回来了，干什么东西？先讲先講。立冬是演你，对对对，大概那个意思，大概。你买家，请一杯，来，来一杯，请，干死。你空白不能太多，一个好笑点，两次博取。哦，我好一杯，请开始。让他演，让他演。肯回来了，你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可以啊，真的可以。对啊，这自然多了。这样有点通了吗？身体记忆的了解了吗？可是你刚打康哥不是这样打，舒畅啊，舒畅了，成功成功，情绪很重要。所以你很喜欢演戏，觉得挑战，挑战看看。是是是，那你现在还是在高雄吗？还是说有来台北发展？现在在台北比较多。嗯，那你在这边租房子还是？我在台北租房子。哦，对，就是租在哪里啊？住在军校，你为了偷内裤对不对？哎，偷内裤，我家还不够多啊，关心一下，二楼都租起来了。你住在台北市区吗？在中山区。中山区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对，那边比较乱一点，对，稍微晚，那边丝线内裤率最高的地方，对，中山之狼，中山之狼。像你的个性比较害羞啊，那资深来台北一开始会不会很紧张？很忧郁，觉得人生很难。刚刚上来的时候，现在好一点，觉得要打拼。现在好一点，对，因为刚上来的时候就没家人啊，没朋友，然后又不认识路，压力很大。今天来这个节目来对了，对啊，正式加入这么多大男生都会照顾，真的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又挡路，对不对？开心吧？可以。那以后常约你来，你会来吗？你约我就来。你约了我就来，只有他约啦，好啦，可以啊。对，我们约不来。对啊，我们约不来了，好啦，对啊，会啊，会啊，不好意思，康哥代表就好了。是你们这些幼稚的怪狗东西，这就幼稚嘛。我是说节目，可是刚刚看他那个 CF 啊，我觉得以后我们国光有小桥段、小表演，可以邀请他，可以邀请，可以，真的，这倒是没有问题。那我还是有一件事情，先丑话先讲到前面。好。因为现在不景气，可以算便宜一点。开玩笑。哦，那现在在台北比较适应了。有开始适应了。台北冷不冷？还蛮很冷，可是我大部分都待在家。我蛮宅的，我都会宅在家打电动啊，看漫画。赚钱？哦，就是一下班除了活动之外，对对对，就是除了工作之余都在家打电动。嗯，可以。最喜欢吃什么？蛋。一次吃一颗还是两颗？啊，这个 OK 了，我觉得 OK 了。你这好天真哦，不是，真的是天真的一个女生。吃蛋，你好歹说个炒鸡蛋呐，对啊，什么番茄炒蛋啊，荷包蛋，蒸番茄炒蛋。小女生，我们不要乱纯蛋，就是蛋。他简直不服，我只吃蛋。最喜欢哪一个国家？最喜欢日本，可是对啊，然后。下一个想去维也纳之类。哎呦，欧洲也美啊！哦，女孩子对欧洲都是有一种哦憧憬，对不对？厉害了。以前小时候学音乐的，所以会很想要去维也纳。你学什么乐器？钢琴、古典。古典的。嗯嗯，古典的。哎呦，你最喜欢那个什么贝多芬啊？那些巴哈哪一个曲目？像理查克莱德门啊。哦，你说他？我知道啊，绿钢琴那个。我会不知道绿钢琴啊？那不急着交男朋友吗？嗯，不急。嗯，会寂寞吗？一个人在那边。寂寞啊，觉得哎呀，觉得冷。这句话，下次我们可以约一起吃蛋啊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带着吃蛋找你啊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女生晚上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吃饭没人陪很寂寞，我们推荐一个张立东。哦。因为张立东是我们里面的蛆最多的。嗯。好，欢迎来蹭饭吃了。对。OK。可以吗？就一起吃啊！欢迎来一起。一同用蛋，一同用蛋。哦，因为他这个人很好，而且他绝对不会让你付钱。对，因为我都报康哥的名字。挂单呐！希望你在台北发展一切顺利，然后有机会常来我们节目。嗯，好啊，谢谢。谢谢，来请坐。谢谢。其实我跟你讲，现在网络走红女孩子越来越难。嗯，好像以前可能露个胸，穿得比较清凉一点就可以。但现在要做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，那希望他们蓬勃发展的同时，各位，电视还是最好看的。
今天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多看点吧。